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淑珍。一直以来，我的工作跟时尚都有高度的连结。我除了要穿出自己的风格，还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。于是这些过程让我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时尚穿衣大法。如果你也想要将时尚资讯转化成自己的穿搭品味，欢迎加入我的课程。课程中，我会公开我的私人更衣间，分享我最爱的时尚百搭单品，还有我的购买习惯。同时，我也会透露我的穿搭技巧，教你怎么用配件还有色系搭配来帮造型加分，穿出自己的时尚 look。同时，我也会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培养我的时尚敏锐度，并且提醒大家如何避免掉入潮流陷阱。就是像这样中性的打扮很需要这些亮点的辅助。我也想告诉你，追求时尚不用花大钱，也不需要每一季购买新品才能跟得上潮流。跟着我一起穿出高质感的简单时尚。